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雷子。我为了感谢俺爸，就是借给我钱帮俺家度过这次这个危机，买了一块这个羊腿，准备做着吃。跟那卷子一家把它吃了，看咋吃。骨头太大，我抖不动，俺爸抖。那肉不是他的。不行，我说买的是啥子肉？不买了。这都够吃了。先把这个羊肉用水焯一下，蘸两个姜片，蘸点料酒。去锅烧油。又是放上了洋葱、姜，把它炒香，炒到香味来。这差不多了，这个葱黄了一样，把这肉放上掉。捞着葱头，放点胡椒，这个羊肉吃那个胡椒，加点西餐香。蘸了一碗啤酒，加上水，等到这个大火烧开，熟了好一半，就熟了都可以吃了。现在已经炖好了。红焖羊肉，看有食欲没？真香。切出来吧。这个是白菜炒豆腐，红焖羊肉。俺妈跟那卷子，他几个搁下边吃的，然后我跟俺爸、跟俺哥，俺仨搁上边吃，喝点的。你说。说一下。这自己做了十回，对，饭店来给你占不了这些量。咱们以前不是都买那个饭店买的？自制一锅火腿，蘸一点点那个，一点香，特别香。然后卖上了。